者洪瑞晴台南报道，亚洲的心脏地带，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就在台湾。今年的世界旅游小姐选拔大赛目前正在马来西亚举办，其中一位参赛者是来自台南的女孩张雨桐。竞赛项目中有段介绍台湾的影片，如果影片获得最高人气，将有机会在1月27日决赛的全球转播中被播放。南市观光旅游局陈进科长分享文写着，希望大家按个赞，帮忙分享，让台湾在世界的舞台被看见。宣传影片包山包海，取景台南古迹与庙宇之外，台湾高山峻岭、森林清晰与海岸线全都入景。陈信科长则在个人脸书转贴分享，希望大家动员接力按赞。一幅台湾福尔摩沙岛屿像是大鲸鱼景象，也代表台湾有海翁信仰，鲸鱼神台语称为 HIR， 告诉全世界台湾有优良且美丽的海洋文化。网友纷纷按赞与加油留言，力挺张雨桐，就像李安、林书豪、吴宝春、王建民、陈树菊、沈清林未出名之前，就持续在弱势不被看好下努力发光，用手边有限资源做到最好，都是台湾之光，有气质，有热血，这才能代表台湾美女，你真的很棒。